饭呢？吃饭呢？吃饭呢？我们后面是一个干净的背景，所以可以播一下，小播一下吧。这个不能吵。好咸，好无语哦！不给你们直播的时候，我们吃的都是很好吃；不给你们直播的时候吃的踩雷啊。什么东西？你们才是踩雷的。什么东西踩雷了？这个吗？你闻一下吧。我觉得你可能接受不了吧。反正我你可能可以吧。我接受不了。好腥啊！好腥，真的。Hello，Hello， 老铁们，这里可能会有点吵啊，有点吵。当然怪你们了，就是你们。你看看这个。看着还挺香的吧？看着挺好吃的，真的好巨腥巨腥。不知道这个店里是什么味儿？是的，鱼腥味。这店里面走进来一股猫屎味，踩大雷，踩大雷！刚才闻到味道，其实就该走了。我刚刚其实是萌生了就是要离开的念头，对。谁在看别的直播？刚才那个是一个蟹肉咖喱，咖喱蟹肉。感谢透明胶，感谢透明胶。感谢啊！我刚刚是，我说实话，我还是，哎呦，我在想要不要换个地方的。这是鱼还是一块石头啊？那没关系。好久不见，还不让人说实话了。播多久了？哎呦，都播两三个小时了，准备下播了都。你随便吃一口吧，应该没有点很多。没有吧？你吃饭可以，嗯，这还可以，这还可以。活过来。活过来一点吧。下午好哦。嗯，搞死掉。搞点饭可能没那么面，要不然整个吃完饭都不吃。bad bad， 这好吃吗？这能好吃吗？很好吃是吧？不打人气票，不打人气票，打什么人气票啊？打不了，我只是吃个饭，等下出去就播不了了，播不了那么久。给大家做个吃播，结果不好吃，主要是想你们了。这个拌饭还好，不拌，真的物价多。主要是想你们啦，就开播跟你们聊一会儿吧。他讲道理就是这个是哪里？但是你吃饭不能呼吸。割叶子呀，割。我们一会儿吃完饭就下了，我们一会儿吃完饭就走了。我们要去机场了。这是我们最后一天在曼谷。本来想来个完美收官的，我觉得啊，它这个鱼就外面这一层好吃。有蘸米汤。别人晒图是吧？我看到了哦。不是，他说淘宝的。下架了吗？嗯。没有上架，但是店铺已经恢复了，上架应该还没上吧，运营在搞。我们不是回国啊，可以收获评论吗？现在不知道啊。嗯，现在收获评论没有用，看不到，只有我能看到，只有我们后台能看到。怎么可能那么快回去啊？才出来几天嘞？
月买的没有小礼物了？有啊，有啊，有小礼物的哇、哦！十月买的，十月买的，十月买的还有吗？哎，十月买的可能没了。十月买的是什么时候啊？前两天，刚买。哦，是吗？刚买可能没了。今天才三号。嗯。不够了吗？第一个月是有的。不够了。你是？这我问一下吧。你吃一口这个跟饭吃吧。不吃。我感觉我在这里吃完会吃不动。少吃点喽。尝尝我点的这个菜吧。你点的是什么洋葱啊？鸡肉吧。要我鸡肉。希望不要踩雷。牛驼肉。真的六口肉，嗯，这蛮好吃的。你们不会是在说场面话吧？真没说。你们觉得这个鱼好吃吗？你这块还行啊。夹在手里多久？夹了20分钟吧。这鱼非常涩哎。你吃的是中间的吧？它是一条涩鱼。是那骨头的。你们不会是在店里不敢说真心话吧？确实还可以啊，可能因为这个太腥了吧。哪里好吃啊？挺好吃的。嗯。啊？为什么？我值半天吃不下去。啊？很挑剔，很挑剔。我说实话，我们前两天吃的，那不就好吃一百倍？我们前两天吃的任何一餐都比这个好吃一百倍。昨天晚上那个外卖很难吃啊。也比这个好吃吧。差不多，差不多是，只是没有这么臭而已。昨天那个晚上那个外卖也不腥吧？那个面臭死了。只有你爱吃。我好想劝劝店里的中国人赶紧走。是的。这是大海参，真的不好吃。你们来曼谷千万不要来吃这家。千万不要，很多人在推。叫什么？建新酒家。纯骗子，纯骗子。我们前两天点了外卖，超级好吃。我们前几天中午吃的外卖超香。然后我们昨天中午吃的也特别好吃，就是有点小贵。吃不吃了，老公？吃。多大岁数了？尝了一口是吧？一五年来的吗？你不是来了北京吗？最近的一次。最近的一次就是15年啊！不吃不行啊，会饿。13年，13一次15。好吃，好吃。嗨，猫咪。好吃，稍微吃点点嘛。对啊，稍微吃一点点咯，7:30。吃烩鱼饭吧，重庆再怎么难吃也难吃不到哪去。然后有人说第一批货啊，说第一批收到了，但是没有礼包。嗯，是人米饭了。有人说第一批收到货没有礼包，就是你看一下你有没有别的订单，就是他可能塞到另一个订单里面了。就是如果他分开发货的话，就是不在这个就在那个。嗯，怎么又有那股味儿飘过来了？我没有大呼吸。我猫屎味儿。你再用几个呼吸能转移。很难吃吗？把妈去掉，很难吃，超级无敌难吃，就是菜难吃吧，搞得我觉得这饭也难吃了，明饭都是一个味儿，饭其实没什么味道，饮料也不好喝，饮
饮料也不好喝，真的。有点想去猫屎咖啡。小礼物十月份就没有了。新菜上来了，吃两口吧，都准备走人了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！谢谢大家的小礼物啊！我拉长一口。是的。很咸很咸的空心菜，你是跟我炒的这种菜。感谢大力老师，感谢，感谢，感谢大力老师做了个大游艇啊！感谢。盘子给你放到哪里？咖喱蟹好吃，老就腥的要命。感谢大林老师啊，感谢大林老师。Thank you, thank you。谢谢大林老师。谢双代可米。谢谢双代可米，谢谢你。是因为太难吃了在安慰我吗？谢谢。而且我真没有吹，就难吃的有点变态了。哎呦，你看这鱼跟个石头一样，石头鱼真的是石头鱼，真的是石头。这是什么虾吗？馒头啊，这是我们点的吗？我点的。馒头吗？是馒头，像蘑菇子吧，果子吧。还有一个什么？老铁炸馒头。还有一个虾。谢谢微信可乐老师，谢谢你。Thank you。谢谢。是鱼，鱼饼，虾饼。虾饼。谢谢小小。Thank you。谢谢小车。谢谢小小。给你们吃一口这个咖喱蟹吧，真的难吃。给大家介绍一下，谢谢啊患者。谢谢。这个菜叫咖喱新蟹。谢谢草莓老师，谢谢 LJ 老师。谢谢啊，有冠军啊，谢谢。这个菜叫做石头爆改糖醋鱼，这个还可以了。这个面包片儿、这个叫面包片儿。面包片。这个叫做。这个叫洋葱炒洋葱。这个叫做。这个。空心菜。空心菜。我比较好奇的是，泰国的空心菜都一个味儿，为什么他们炒出别的味道来？什么叫都一个味儿啊？就是泰国的空心菜都是一个味道，炒的空心菜都是一个味道。确实。但是为什么能炒出别的味道来？很奇怪，就咸味
先是小芝麻，还有一个菜，还有一个菜，芝麻，蚂蚁上树，蚂蚁上树。怎么了？那个虾。虾在哪儿啊？哪有虾嘞？看这都。我想，我真想给他们看一下菜单长什么样子，给我吧。老铁，我真的想给你们看一下菜单长什么样子。感谢透明胶啊。我想请问一下呢，跟谁这道菜跟那道菜之间是有什么联系呢？你好呢？把这个弹幕调小一点。好。吃一口蚂蚁上树了。这么高的弹幕，我看什么？完成 ，OK。怎么粉丝做的这么难吃啊？不要来这种。老铁，不要来这种网红店，不要来这种网红店。敢想拆，敢想拆，没我等我肯定要吃点小吃去的，可能是我太作了吧，真的不好吃。没有，是真的不好吃。你俩都不吃东东吧？吃的吧？看着有点那个。感谢嘟嘟嘟嘟嘟。感谢嘟嘟嘟嘟嘟嘟。我有帽子了，不要给我戴了，戴高帽的给我。而且那粉丝爆炸难吃。好好好，好不好？谢谢鱼子酱老师的抛弃，抛弃。嗓子怎么样？这已重置了，实际已重置了，是在小船上。好，好。我们住的那个酒店空调太干了。好。爆干，爆干。吃的胡大哥紧叹气，吃的什么呀？虾头。你不就回来了呀？我又没有吃。你不吃别人也不吃，你就回来了就是吗？虾头死了。我现在急需有个人能大吵一下。跟他们吵吧。感谢周周，感谢周周。感谢。哎，好下头。算了，想开一点好吧。就是可能就是另有此节，像香港一样。香港那个什么花。就是虾吗？我感觉我在吃海鲜。OK， 我吃饱了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做梦树柴老师的小兔兔看月亮，上课哟。真的要下雨了。有点想数。还好我刚刚吃了一个红豆，那个叫什么？我吃刚刚吃鲷鱼烧。我刚刚吃了一个鲷鱼烧哦。你找错路的时候我去吃的。好搞笑嘞！今天我们打车到这个地方，到他这个店里面，他说位置不对，说有一个在一公里之外的，然后我们就去一公里之外找，找了2个小时，发现就在我们下车的地方。
那小店特别破，还没有老公美味呢。什么表情？什么表情啊？网暴他，网暴他！怎么敢说出这种虎狼之语？网暴他！懂什么？我已经疯了！天哪！回去吧。展示一下 OOTD。Very very good。哦，我提议，那这是把你我皮，我皮，我地上还满你，我喝西瓜汁，喝吧，我的西瓜汁也不好喝，我这也不好喝，那你俩喝完了，太渴了呀，不喝喝口水。感谢我金秀金老师、金老师两只闲聊，谢谢亚米老师的寄香书，谢谢小宋的跑车，三颗油，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，你们还在。喝一口，喝一口西瓜汁吧。哎呀，难喝，你给他们喝，喝我这个吧，我这个还行，也不好喝，确实。怎么会？我都说了，我们出来旅游以后就把小红书卸载掉。感谢小草莓啊，感谢小草莓。怎么会连？不是，我想说一下，怎么会连西瓜汁都很难喝呢？很崩溃。怎么会连西瓜汁都很难喝呢？赶上拍，赶一些拍拍老面包，拍一些老面包。我们以后出门，我们四个约定好，都把小红书卸载。谢麦大包老师，谢草莓。关键怎么了？为什么都是跑进来的？他们有饭食吗？应该是有明星吧。我们还在。哎呀，没有说是说，没有说是说，就是说。不错，不错。什么意思啊？为什么关门了？我靠，等一下雨了。怎么了？就是要下大雨了，他们关门了，你看。不会是台风吧？那我们飞机不会。走不走？我家里没气没关。什么叫关门了？你没看到这个门关上了吗？那个转闸门，刚刚下来的。还没看到。你们那个位置是看不到吗？好像是。来，我这里。你们那边的吧。是不是有明星来清场了呀？谁？我吗？是我们了。我来这里也不会为我清个场。感谢大大三亩地啊。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啊。外面乌云密布的，我给你们看。米老鸡是谁呀？哟，米老鸡这个名字也太难听了。坐地铁啊，对，坐地铁啊。谢谢西汁儿，谢谢西汁儿，谢谢西汁儿小炮兔。去问问服务员，我牙上有菜，我牙上有菜吗？你看看，有菜。还有吗？没了。我就吃了一口空心菜，我牙上还有菜，我真服了。你是菜牙。我真服了，这难吃的空心菜它还粘在我牙齿上，我真服了，搞得我这个叫什么形象全无。感谢啊，感谢西元老师，感谢西元老师的小兔子，感谢，我真服了，我吃了一口菜了，我吃了一口菜，我吃了一口菜，我就吃了一口菜，它粘在我牙齿上，就一口菜的事，一口菜能成事，一口菜能坏事。感染患者，感染患者，感染患者，感谢啊！啊，这好大一片乌云，我的老天爷子！好大的雨，好大！哪有雨啊？你看不见啊？下起来了吗？对啊。谢谢麦大包老师的金句，金句。我准备。带伞了吗？没带伞，没带伞。但是我们叫车的话不用淋雨，哦，是下雨了，是下雨了。但是我们等会在那个天桥底下打车也还好啊，也淋不到，然后到酒店那边也淋不到。但他们是说，就是下雨的话会很难打车。那我们坐地铁啊，这里可以直通那个坐地铁的地方。是啊，你坐不了地铁。不是啊，我们酒店那边每天太阳还靠。哦，对哦，说的倒也没错。
对吧？不是，反正现在还早。恰拉索，哦哦，阿拉索，哦你，快点走吧，万一他等会下小了呢？感谢 CC 啊，感谢小猪嘛，感谢小猪嘛，感谢秋秋啊，感谢西元老师，万一就是等会他下小了呢？他不是这里的雨都是那种，都是那种叫什么阵雨？对。嗯，我去买奶茶喝，你要喝奶茶？我要喝，要喝卡路啊！我要喝，我买个高粉。好，谢谢窝窝姐姐，谢谢小优，谢谢微醺快乐老师的两只小鸡，感谢布勒多队队，感谢布勒多队。说多少遍了？感谢小鸡马老师的这个日出相伴啊，不是小猪嘛？书中情，感谢星空，感谢 LJ 老师，感谢这句不用加哦。感谢莉莉，感谢盼盼捞面包。好了好了好了，可以了可以了，没事。没走呢。这是干嘛？众筹给我们买把雨伞。他去买奶茶去了。他买奶茶去了。谢谢老师们点亮展馆。你可以这样吗？他买奶茶去了，还没呢，还没。他买奶茶去了。你好饿，你好饿，不溜溜仔，哎，有点无语了。掰什么掰？我没说下呀。对啊，说什么去啊？我没说下，你掰什么掰？对啊，掰什么掰啊？很神奇哎。玩得开心，还可以了，还可以了。他去买奶茶了，不知道掰什么。无语鼠，你走吧。无语鼠，感谢我今天，感谢感谢感谢各位。我跟你们讲，我跟你们讲。我跟你们讲一个事情好吧，这几天每天都有一个人，每天都有一个人说，我们早上起来去游泳吧。感谢布拉达达达，感谢布拉达达达的小鸡呀，小鸡，小鸡老师。每天都有一个人说，我们早上起来去游泳吧。每天有个人说，早上九点钟起来去游泳，九点钟起来去游泳。每天都有一个人说。每天晚上都有一个人说，我们早点睡觉吧，我们早点睡觉的话明天就可以早起去游泳啦。然后就是干什么、就是、然后半夜三点给我发抖音，半夜三点钟分享抖音，然后半夜就是一点钟说，半夜一点钟的时候说，哎呀好饿呀，要不点个外卖吃吧，要不点外卖吃吧，谁懂呢？到底点外卖吃吧。然后就是等一下，昨天说游泳的是你，我可没说，是你说的，然后你早起来。然后到了早上九点钟的时候，早上九点钟的时候，就是他就是一个人，就是起来之后，就是胡大哥也不起来。你们两个未必起来了，起来了，你们叫胡大哥也不起来。你们起来了就先去游泳嘛。对啊，他又没起来，我一个人去。感谢西元，感谢西元，感谢各位。我说你为什么不盲猜是黄女士？你需要盲猜吗？我们一共就四个人。不是你，不是我，不是他，还能是谁呢？难道是你老鸭？慢点吃，没有人抢，没有人抢。那还有好多呢。无语无语的。然后每天都说要那个游泳，每天都不游泳。你想了一下什么？想游，就只是想。今天早上去游，他泳衣湿湿的，干不了。哦。就呕一天，虽然我带了两套泳。我们昨天晚上去按了一个脚，爽的要命。爽飞。爽飞。按摩，现在很痛。我去干嘛按摩啊？来不及吧。雨停了。哇塞，外面已经全黑了，我不知道怎么会停呢？谁
知道了。哪了？你们到底在看啥呀？真的有明星啊？好玩吗？哎，真的。是不是漏水啊？我问一下他 ，What happened？ What happened？ 我也去看一下。What's wrong？ 我也想去看看。别去了吧。哦，看东西吧。不让我去。啊，不是。下大雨。他们下好大的雨。好大的雨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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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大的雨。我头发现在已经不是枫糖棕了，前两天已经掉成黄色了，这是我自己染的。是我买的那个一个泡泡染发剂，自己染的。我老婆说好帮我染的，结果自己睡着起不来。请问是谁呀？我是前一天晚上说，我说哦，起来帮我染一下头发吧。他说好呀好呀。起来之后，我一个人在那染。哎，好大的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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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我还染得蛮匀的吧？嗯，我都要把染发膏揉进我的头皮里了。真的很帅。什么很帅啊？买的什么泡泡染发剂？就是那个上面有个朴彩英的那个Rosie， 上面有个 Rosie， 改什么叫啊？哦，山客哟，山客哟，我也觉得还可以哎，我觉得这个颜色还蛮好看的，因为前两天实在是太黄了。印度运气。主播这么帅，会被围观吗？我找到了男的穿的衣服吗？会啊。怎么不走？现在干嘛去了？在我刚才旁边。那就走吧。付钱。付钱去喽，拿我的手机去付吧。又充满了。准备下播了，老铁们。你先去付吧。先下播呗，先付。有我的付啊。好。我充满了，我充满了，我还拿充电宝干什么？当然是给，就是给我的仆人拿着了。我就是不掰，我就是不掰，我就是不掰。新疆葡萄大，夜半三更到拉萨。像葡萄的。
你刚刚站在门口练的是有人往你脸上泼水吗？不是，你站过去你感受一下。哦。还有个包在这里，付了吗？付了。我无语了，吃了挺多。给你们看一下。这么难吃，我老天爷呀！感觉钱都丢了。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雨，真的很大。看一下这个雨吧。真的会淋湿，快走！过来给你们看看。难吃，不要来吃啊！不要来吃啊！这个店，不要来吃，不要来吃，难吃，又贵又难吃。又贵又难吃，大家再见。我们现在去坐地铁回去了。妈呀！哎，那边，喷泉，看到没？哇！哎，没有去济南也看到这个什么泉了？趵突泉。哎，下车，拜拜，我们坐车了，打车去了，拜拜，我们要走喽。哎呦，好多人呢，你看着我呗，没事啦，下次再见吧，赶飞机去了，赶飞机去了。谢谢小芝麻，谢谢达令老师，谢谢米其林王芝芝老师，谢谢波拉哒哒哒，感谢微信阔落，谢谢小草莓，感谢汪露姐姐，谢谢小小，感谢嘟噜噜噜，谢谢景子哥儿，感谢雨同志，感谢细圆儿，感谢 LG， 感谢香菜，感谢透明角，感谢大宝儿，感谢赖驴，感谢周周，感谢多么出差，感谢光景野芝，感谢康复阔落，感谢老米包，感谢小爽，感谢谢谢，感谢小优儿，感谢雨主教，谢谢山寨国民，谢谢绿江南关。看一下。